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老师好。我们刚刚讲到啊，我们拥有的是拥有的文化是可以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所以都在我们眼前啊，我们又知道如何去解决，那当然是舍我其谁啊去做。那怎么做呢？不难，从自己本身做起，从自己的家庭做起，自然可以修身齐家，家庭又做天下的榜样，就可以治国，把这一份好的德行呢，能够像风一样把它吹到社会的角落去。所以大学里面讲，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那古代像范仲淹的他的这个家族啊，那确确实实是做到这一点。你看我们父子之间要无怨无悔，兄弟之间呢无怨无悔。范仲淹的第二个儿子范纯仁，你看我们看到这个仁字啊，仁爱啊，果然呢没有辜负啊他父亲对他的期许。我们一看到仁爱，现在的人啊，尤其年轻人没受到文化熏陶的，你叫他去爱人去关心人，他说我就爱不起来啊。所以仁爱啊还有个源头，源头在哪？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仁爱的根本呢，从孝，父母的孝，跟对兄弟姐妹的这种友爱来的。范纯仁先生呢，他的孝悌做得非常彻底，以至于他往后为官呢，爱民如子，都是从这个根本来的。所以当范纯仁考上进士啊，德行又很好，这个时候朝廷啊征他当官，他说我不能去，我要侍奉我的父亲范仲淹先生。所以再好的官位呢他都不去干，他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侍奉父亲。后来啊这个父亲去世了，朝廷又想了，那现在要调你出来当官了，调到京城，那京城都是到中央做事啊，那个都很容易飞黄腾达的。结果这个范仲淹先生，这个范纯仁先生呢，又说我的大哥身体不好，所以我不出来。他父亲走了，但是他侍奉他的大哥范纯佑啊，又跟自己的父亲一样的恭敬。你看，在功名利禄面前呢，如如不动，都是想着孝悌的精神，这一份对父母兄长的情义道义。所以后来兄长去世以后啊，范纯仁啊，才接受了一些离开家乡的公职工作。但是我们想想啊，他之前都没接受了，那给他的富贵福报呢就折损了嘛。所以人哦，有时候就想，哎，机会来了不去把他抓下来，我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其实啊，当我们去抓下名利的当下，假如损害了道义啊，福报都折一大堆去了，哪是聪明啊。所以范纯仁先生呢都没有去攀这个功名利禄，但是该是他的福分跑都跑不掉。所以范纯仁先生后来当到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的成就呢比他的父亲当的官职还高呢。他父亲是副宰相，他是正宰相呢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啊，子孙的官职成就啊，
比父母比爷爷高的时候呢，都不炫耀。为什么？对父母祖宗感念，没有父母就没有我的成就，所以怎么可能呢？自己炫耀自己的这个成就比父母比爷爷奶奶高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你看古代的人很明白啊，连祭祀啊都懂这个道理，都知道呢，今天父亲呢，是个普通的读书人，但是儿子呢是个大夫，是个国家的栋梁，所以这个父亲去世的时候啊，用一般读书人的礼呢送他，但是往后每一年祭祀他呢，通通用大夫的礼。哎，你看我们这古代的礼仪啊，很厚道啊，很明白啊，知道这个孩子这么有能力，谁的功劳？父母的栽培啦，所以祭祀他的父母啊，用大夫的礼祭祀。我们看到这些经书啊，很感动啊。现在的孩子呢，自己有了一点小宝表现呢，都拍着胸脯，你看我多能干，都是我的能力。忘本啦，骄傲啦，人生会跌个爬不起来都有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在一些节目里面看到颁奖典礼啦，最感动的是什么？你看他上去马上，我感谢我的父母啊，没有父母的栽培照顾呢，我没有我今天呢。对呀，这样的艺人呢，这样的公众人物啦，那才是有德行不忘本的啦。好，所以在历史上啊，你看康熙皇帝啊，做了61年的皇帝，乾隆啊，当了60年啊，不敢再当了，为什么？再当就跟他爷爷一样啦，所以不敢呢跟爷爷并驾齐驱啊，所以当了60年自己退位，当了4年太上皇。哎，你看都可以看到那种尊重长辈的心呢、啊。所以范纯仁当的官呢比范仲淹还高啊，那没有几个人知道，因为都把功劳呢给了自己的父亲。所以孝悌做得很好，而范家当时候呢，就影响了整个朝廷，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啦。所以不出家呢，成教于国，全国人民啊，都以他们家为榜样效仿。所以范仲淹的故事呢，在他还没去世以前，就传到了这些街头巷尾啦。范仲淹先生还没去世以前，就有人民啊立祠堂祭祀他了。所以人还没走，人家就立祠堂祭祀他，那个人民念他的恩啊，念得非常的深啊。他离开这个地方到其他地方当官了，就舍不得他，就立祠堂。所以那个地区的新来的官员很聪明啊，知道呢范仲淹先生在这个地方呢影响力很大，很多呢做人处事的教诲都留在这个地方的人民心中，所以他来当官哦，还会举行啊祭拜范仲淹先生。哦，所以这么一拜下去呢，哎，这一个地区的人民啊都尊重他，好一起呢都效法范仲淹的风范。而这个范纯仁先生呢，后来当官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啊，这个地区啊天灾很严重，结果吃不上粮食，而要开仓祭赈灾啊，都必须要朝廷批准才可以开仓赈灾，但因为那时候啊比较危急了，
好，假如一来一回啊，有可能会有人饿死了。好，所以当下呢，这个范存仁呢、啊、就开仓了，结果就救了很多的人呐、啊。结果后来呢，这个朝廷里面呢、啊、有人要陷害他，就觉得抓他的这个把柄，你看没有朝廷的谕旨圣旨，居然私自开仓就参他一笔，然后呢就派遣官员呢、啊。要来调查这个，好，这个公家的仓库里面的粮食，结果那个官员还没到啊，这个消息先到了，所以当地的人民一听到这样呢，赶快把自己家的粮食都拿出来倒到那个谷仓里面去的，所以这个是仁爱的心啊，所以人民也爱戴他。所以范氏家族那个时代，以至于啊，在往后1000多年的中国历史、中国社会里面，啊，总共出了70几个部长级以上的官员。你看，他一个家庭安定了1000年的社会哦。所以这个你要慢慢细细的去研究历史啊。那真的可以感觉一个家庭对社会民主的影响很大。清朝清兵要入关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也很乱啊。但清兵入关那个时候啊，杀的不多。已经啊，很多的那种屠城啊，好多都被劝下来了，都被制止了。谁劝的呢？范文成先生。这清朝啊，皇太极啊，还有几个重要开清朝重要君王的宰相大臣，叫范文成，范仲淹的后代。所以劝导这些君王戒杀呢，减少好多的死伤。因为范氏家族啊，范仲淹先生最精通的就是易经，所以整个呢一个朝代的兴衰啊，他们能断得出来。范仲淹先生呢到什么境界我们不知道了，他当初建了一个书院啊，然后就对他们讲50年后啊这里会出状元。好，结果真的50年后呢，那个书院就出个状元。所以他的后代子孙易经呢、佛学呢都有承传了、啊，所以看得出来呢，明朝气数已尽，这个清朝呢会取代这个政权，所以往往在政权交替的过程呢会有很多伤亡，所以范文成先生呢来辅佐清朝这些君王，让他们要戒杀。而清朝为什么这么重视中国文化，也跟范文成先生、啊、息息相关、啊哦、你们真的要取代这个政权的时候，一定要懂得如何安定社会，一定要用圣贤的教育。所以清朝几代开国这些君王、啊、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不亚于其他的朝代。那个康熙帝啊，还有雍正乾隆皇帝三个皇帝，那对文化的保存，那 比起历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哦。所以四库全书都是那个时代传下来的。康熙那个时候开始每天宫廷里面都讲经典呢，而自己康熙帝啊，那个真的是对文化深入非常的深远。他教孩子知道啊，20岁以前呢、啊、要建立起他的理智智慧，所以不可以看一些风花雪月的这些文章，不能让他的这个理智还没稳固呢，那个情感面就这个忘情呢、啊、就太严重，所以很懂啊。而康熙他的孝道那做得非常彻底，
虽然他的这个父母啊比较短命啊，没在身边，但是他侍奉他的奶奶非常的孝顺。有一次啊，他的奶奶要到寺庙高山上，好像是五台山啊，去祭拜啊，去拜佛。然后他呢就跟祖母讲啊，说祖母啊，要坐轿子去啊，你比较不会累，好，不然呢、啊，这个一路呢坐着马车这样颠簸啊，很可能呢你老人家会受不了。因为他奶奶也很仁慈啊，他奶奶心里想，哦，假如一路呢都是这样扛着哦，那个扛的人太辛苦了，啊，所以他的奶奶拒绝了，说不行，我还是坐马车吧。好，结果呢，这个奶奶坐着马车走走走走，走到半路哦，确实呢，这个骨头啊受不了了，都快散了。哦，结果呢，康熙帝就过来了，说祖母啊，这样再颠簸下去呢，你受不了了。还是换轿子吧。啊，那祖母就讲了，哎呦，那个虽然是还是坐轿子比较舒服，不过都已经赶到半路了，那个抬轿的又没有来。结果康熙帝说，祖母啊，这抬轿的一直跟到现在。好，然后赶快叫抬轿的过来给祖母坐。那祖母很感动啊，说啊，你对我的孝居然这么样的细心，这么样的细腻啊，都能顾及到啊，这个奶奶一定会受不了了，赶快都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。所以一个皇帝啊，一个领导者如此孝心，那传到民间去呢，那能感动多少的人民。所以孝经里面讲，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啊。所以孝经这一段文章里面，爱亲者不敢误于人，爱护自己父母的人啊，不会对别人的父母啊厌恶轻慢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啊，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不敢轻慢别人，爱敬敬于事亲，这个爱敬的心啊，用在侍奉父母了、啊，侍奉自己的爷爷奶奶，而德教加于百姓啊，这个风范呢，就是人民最好的身教了。行于四海，盖俯行云，一人有庆呢，兆民赖之。所以这个孝经都可以当下呢，我们自己做出来了，当领导的人自己做出来。所以刚刚讲到的，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，不要小看一个家庭、一个家族的力量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个事可以做得到的。孔夫子做到了，范仲淹先生做到了，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志向都能做到，都能给民族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。现在这个世界最缺的就是榜样，各行各业都要有榜样。我们当律师要有当律师界的榜样，律师不是是维护正义化解冲突，我们不能当律师的人家本来不离婚还劝人家离婚，那个都违背了这个行业的精神。所以任何行业呢，我们都把这个仁爱的心把它做出来，当这个行业的表率，这个就是在促进世界和平了。仁爱就懂得互助，懂得互爱但这个根源还是我们刚刚讲的孝悌现在的社会乱在思想，自私乱的根源在错误的思想所以要解决这个乱，必须从错误的思想转变过来。所以自私、竞争、斗争、战争，现在不是人跟人竞争、战争、斗争了，人与万物、大自然在斗争在破坏这个大自然。所以整个南北极的冰在这十年之后会融化掉了，到时候人就不堪设想了。
要停止这个自私自利，破坏大自然，要用这一份仁爱的心啊，来爱人，来爱万物，才能化解这个危难，才能消弭这么多的冲突。所以汤恩比教授才说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这颗仁爱心啊，孔孟学说呢，大乘的佛法。所以他人有没有做到呢？我们暂且不管，从我们自己身上先来把这个文化的精神做出来。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听到呢，在大陆啊要拍一出孔子，非常大的投资啊，拍一部电影《孔子》，结果跟日本、韩国啊有合作，找男主角演孔子，找到最后呢，找不到中国人来演，因为气质不够，气质不够啊。那时候都没有办法，都快要敲定是韩国人。假如《孔子传》拍下来是韩国人演孔子，哎呀，那真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耻辱啊！我们失去了这个民族的这个涵养了。为什么这韩国片能够拍得这么好？他们从小就念孔书啊，就念这些圣贤书啊。韩国的人啊，很多人是到了17、18岁了，突然明白一件事，原来孔子是中国人，他们都还以为是自己韩国人，因为从小孔夫子的教诲 都在他们的心中啊。结果我们现在中国人下一代呢，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出去啊，看到了一尊孔子像啊，那个小孩说，妈妈，这里有一个圣诞老公公，你看我们到了不念祖宗啊，那变成把外国人拿来当自己祖宗啊，那怎么像话呢？所以知耻近乎勇，不能拍中国传统文化，居然还要请外国人来当主角，那个真的我们这个对不起自己的这一个良知啦，对不起祖宗啦。所以这个孝悌啊，从我们开始做，从这里出发。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祭祀祖宗啊，承传孝道，祭祀祖宗啊，也时时让我们提醒我们，所有的炎黄子孙都是我们的兄弟，他们现在到底在过什么日子，我们有没有感受得到？这才是我们祭祀啊应该提起的孝悌的胸怀。所以以祖宗之心为心，天下无不知之族人。我们以祖宗的存心呢，现在皇帝尧舜看到我们现在的后代啊，怎么搞成父不父子不子，君不君臣不臣，那祖宗会多难过。所以复兴文化呢，尽我们这一份孝悌的心，对祖宗的孝，对所有炎黄子孙呢、兄弟姐妹的这一份友爱。我们真的呢，接触越多的社会状况啊，越感觉到我们现在民族啊所承受的苦难。一个小孩6、7岁念着父母呼应勿还，父母命行勿懒，念着念着就哭起来了。我们都很惊讶呢，奇怪了，他怎么这么伤心啊？经过了解呢，这个孩子出生就不知道父亲是谁了，父母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啊，这不懂得这个男女的分寸，这未婚生子，结果外婆呢怕呢女儿以后嫁不出去了，根本对外不承认这个孩子，所以就外婆自己带，
把这个孩子呢送给了自己的孙生这个外甥呢。结果过了没多久啊，这个外甥离婚了，把这个小女孩呢又推回来了。这外婆呢又找到同一个住宅区的一对夫妻，也还没孩子，又把这个孩子呢推过去了。结果半年之后啊，这对夫妻又离婚了。现在的离婚率太高了，这个小孩呢又像皮球一样又被踢回来。所以这个孩子念到父母呼啊，他不知道父母要怎么样去体会了，他感受不到父母那种无私的爱。在他短短的几年人生岁月里面，不知道有多少长辈啊伤害了他的人格，把他当物品一样的看待，喜欢就来，不喜欢就把他踢走。而这样的小孩现在会越来越多，这都是我们的民族的后代啊。所以之前跟大家有提过了，有一位校长他就说了，说我在教小学校长，常常看到这些中学生一经过寒暑假就一堆人去堕胎。你看那是十三四岁的女孩在过的日子啊，而女孩承受的是身心的痛苦呢，这些男孩啊要背的是罪业啊。所以这样的男孩以后都没有福啊。所以堕胎越严重啊，代表着整个民族的福分就一点一滴完全的损伤掉了。所以堕胎那么严重，我们往后的民族能有福分吗？那堕胎是杀自己的亲生骨肉啊，那个罪报不得了啊。杀得了吗？杀了亲家都变冤家了，又来了。所以这个社会风气假如不扭转过来，那往后子女都是来讨债的了。这种事情古代我们怎么可能干得出来？所以没有文化的熏陶啊，小孩不知道过的是什么日子啊。中学生啊，你看现在被这个电脑网络啊那个都着魔啦，有的一打一天两天呢目不转睛呢不离开这个椅子啊，所以那个魔网的吸引力太强了。还有孩子呢连续打了好几天之后是昏倒被抬走的。现在这样中毒的青少年不少，为了去打网路了，听到外爸爸呢有拿钱给爷爷奶奶，起了不好的念头啊。然后这个趁着爷爷奶奶不在房间里面呢，自己跑进去呢要偷这些钱。就后来奶奶走进来了，恼羞成怒了，给他奶奶要钱，奶奶不给他，错手把他奶奶给杀了。结果他爷爷走进来了，他又伤害他爷爷，他爷爷落荒而逃啊，受了重伤逃走了。结果他呢找他奶奶那笔钱没找到啊，在口袋里面呢找到了2块钱。那2块钱是奶奶每天呢、拿给他买早餐的啦。所以你看欲令自迷啊，这些欲望啊侵蚀着我们下一代的心灵的话，我们的民族没有前程啊。所以后来这个孩子到了警察局啊，那个警察问他，你现在是要上网呢还是要要奶奶？他说我不上网了啦，我要要奶奶。这奶奶已经回不来了。你看真的人那个欲望控制的像着魔一样啊，完全掌握不了自己的行为。我们之前到东南亚去还听说
那个青少年迷上网络看色情的，后来被妈妈发现了，妈妈把他关掉啊，这个孩子马上拿把刀要杀他妈妈。你看那种欲望的力量有多强，假如不把仁义道德赶快扎在我们这个孩子的心中啊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啊，民主的危难是出现了，不把这些伦理道德传下去了，真的我们的民主危机四伏。在200多年前，林则徐先生呢，遇到了民主的危难。那时候啊，中国人吸鸦片呢，超过几百万人，吸到国库都没钱了。士兵呢，一边背个枪啊，一边背一支烟枪啊，这样还能打仗吗？还能保家卫国吗？所以林则徐先生看到这个情况啊，说这个再不改善呢，再过不久啊，国家没有钱了，也没有士兵可以保卫了，无可用之兵了。所以挺身而出啊，禁鸦片。其实现在这个网络杀盗淫妄啊，比鸦片还厉害啦。我们整个家庭、整个社会以及政府啊，都要高度警觉到网络对于下一代的危害，这个不得不正视了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林则徐先生看到这个情况了，马上跨出来。所以林则徐先生说啊：“苟利国家，生死以；岂因祸福，必趋之。”只要能够利益国家民族，纵使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我也丝毫不会退缩。你看，就是有这种忠肝义胆，才能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。所以那时候林则徐先生要离开他的老师的时候，师生抱头痛哭啊。林则徐先生对老师讲：死生命也，死生有命啊，我不怕，成败天也。这一次下去能不能真正禁烟呢？听天由命，我只要尽我的全部的力量。但是我不能眼看看看着自己的民族受到这么大的屈辱，这么大的危机，所以我必须去做。林则徐先生当初要去禁烟呢，那有多少人要他的命啊？因为多少人的赚的那个黑心钱呢，假如他去禁烟的赚不到啊，所以都要他的性命啊，他也毫不畏惧。所以去了以后呢，几十万吨一把火把他烧了。这个在全世界禁烟史上呢，那是第一人啊。所以在很多地区哦，不，其他国家还塑林则徐的像，对他非常尊重。连英国人啊，那个他们那个烟草被烧掉最多的英国人，对林则徐啊，又恨又敬，非常尊敬他，非常佩服他，觉得他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个有德行的人。因为太多官员都可以诱惑啊，就林则徐先生诱惑不了。所以林则徐先生呢，假如当时候呢没有这么严格禁烟呢，他只要开点小口啊，他不知道能多赚多少银两啊。所以当时广东啊，有几个家就是靠卖这个鸦片呢，非常有钱啊，富极一时。但林则徐家里很穷啊，所以那时候的人就笑了，你看那林公好傻，就禁99%呢，一不要禁嘛，那他们家不就很有钱了吗？
哦，你看这三个家里的人还吃香的喝辣的，所以人都很短浅啊，看不深远。结果啊，不到几十年之后啊，这三个家族完全败掉，整个家庭里面那些古董啊，通通到哪去了？都到古董店去了，要不就是已经到别人的家里面去了。好，不到几十年完全败掉，子孙沦为乞丐的都有。但灵公他的后代啊，兴旺了几百年了，而且呢，他的子孙都有这种气节。到任何地方啊，一定尽最大的努力，尽最大的责任，这是他的子孙啊最明显的一个人生态度。所以当时候完全的天下为公，赶来的是几百年家道的兴盛啊。所以这个民族的气节啊，我们要拿得出来，拿得起来。而灵公的家教非常好，他的父亲呢很有德行，虽然是教书的，但是呢家里再怎么穷困呢，都是尽心竭力帮助他的这些亲朋好友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林则徐先生的伯伯啊到家里来了，因为都揭不开锅了，所以给他们家要粮食，他妈妈还给他，然后母亲给了以后啊，还给林则徐交代，不能给这个伯伯知道呢，我们家也不行了，不然他们会拿得不心安。所以你看那种兄弟之情啊，到纵使自己挨饿呢，也不忍心看自己的兄弟挨饿。好，不只是他的父亲这样，连他的母亲都是这样子对自己的这个先生的兄弟啊。所以这个家道呢，我们研究起来都非常感动。而且呢，这个林则徐先生的父亲告诉他说到呢，初一淡饭好些茶，此等福老夫享了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此等事尔曹任之。你看这个家道非常勤俭啊，孝悌勤俭，这个是我帮你们打下的基础。但是你们要在这一个基础之上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此等事尔曹任之，你们要扛在肩上。哦，你看哦，父亲的交代，林则徐先生不敢忘哦。所以灵公真的做到啊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他不负啊父亲对他的期许。所以一个民族英雄的产生，那都有源头的，也都从家教来啊。所以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期啊，欧洲人呢，做了一个研究。好，为什么四大古文明啊，其他三个都断了，只有中华文明啊，还在这个天地之间呢屹立不摇？所以欧洲人很好奇，做了个研究。结果研究之后呢，下了个结论，说可能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。因为这个孝悌忠义啊，都是从父母啊家庭里面承传下来的，所以确确实实家庭的力量怎么维系着整个民族的兴盛。而家庭当中啊，孝悌为先啊。这一次除夕啊，我墨雪刚好在庐江汤池过年。除夕早上呢，我们所有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200多人，包含我们的家属都来了，
200多人一起祭祖。那个祭祖的当下呢，都可以感觉到啊，我们的祖宗啊，真的都到了现场。当场呢，我们很多大男人呢，都感觉到了，都流下了泪水。而我们一起呢，齐诵《弟子规》，我们念着呢，《礼运大同篇》。这个大同啊，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举能。我们要栽培更多好的人啊，来利益这个社会，讲信修睦。所以这一颗心啊，孝悌的心啊，延伸到爱心。所以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不只是亲爱父母孩子，还要能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。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。所以师父啊，在墨学纲学佛的一开始，对于一些教诲呢，真的就是非常的深刻。我们回想到呢，自己整个修学的这过程里面，一些重要的心态呢，往往都是在第一年、第二年就扎下去了。对师父的教诲呢，不能够打折扣啊，马上听到，马上随文入观，变成自己的态度。所以记得师长说了，说要转经，要把经典啊，变成生活、工作、处事待人，所以就把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变成你人生的剧本。当时候呢，听到这一段呢，很高兴。哦，自己写剧本很累哦，也没有那个智慧写。结果师父说，就拿《无量寿经》当你人生的剧本，哇，很轻松，了了分明呢，摆在眼前了。那我们的人生呢、啊，有没有在演《无量寿经》呢？你看《无量寿经》说：“为诸众生作不请之友啊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性，常始不绝。”你看一切众生的他的佛种在哪？孝道啊，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，没有孝养父母啊，这个佛种性呢就保不住了，就堕落了。所以真的把孝道弘扬开来啊，那就是在转护佛种性啊，长始不绝。能把孝心保留了，德行留住了，他的人生就不会堕落啊，才能往上提升啊。我们能这样替众生想啊，叫心大悲，名有情啊，眼慈变，受法眼啊。这个孝能深植在心中啊，他懂得如何抉择人生啊，如何抉择朋友对象啊，都从这个孝当中啊，形成是非善恶好坏的判断。才能度恶趣啊，得有伤宜清修啊，这些诱惑不能陷进去啊，开善门。所以无量寿经啊，当下都可以立行啊。记得当时候从秦皇岛，刚好那时候讲完课啊，回到北京，结果刚好师父打电话来，然后杨老师就说，刚好我们回来了，然后呢，就问师父说要不要跟这个李旭讲讲话。好，结果师父说好了，安尼我得做错哎，我就很紧张哦。好，所以我跟师父呢谈过两次电话，大家不要太羡慕我了。
其实呢，我不常跟师父在一起，只通过两次电话。第一次呢，在杨老师家。刚好呢，我在家呢，老师不在，出去办事。结果一接起电话来，请问杨老师在吗？我说，好，杨老师刚好不在，请问你哪一位？我是净空法师。哦，吓一跳。哦，师父好，师父好。实在的呢，我听不出来，因为师父的声音太年轻了，所以不能怪我。所以那是第一次跟师父讲电话。第二次呢，就是刚从秦皇岛回来，师父在电话那一头呢，给默学教诲到啊，他看了这么多的宗教啊，都没有根啊。你看所有的宗教啊，他能留住善道，他能升天啊，但是他的根在哪？还是孝道啊。那没有孝道的基础啊，那是根本不可能升天的啦。所以师长看了这么多宗教啊，了解到呢，现在宗教啊太重形式，没有重视经典的学习，经典的熏修啊，所以都只有表面而已啦。所以假如这样继续这样修下去啊，真的一辈子可能徒劳无功。所以呢，师长说到呢，要把这个孝道啊，把这个做人呢、啊、这个弟子规弘扬到各个民族各个宗教，让他们呢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有所成就，这个才叫大慈大悲啊。对啊，他连孝道都保不住了，那他怎么修行？他一定堕落的。所以师父呢看到了这整个宗教种族的危机啊，非常的悲切啊，鼓励我们这些弟子们啊，要承担起这个弘护正法的责任。所以这个我们越深入去体会了，感觉就越强烈了。所以无量寿经是当下可以去做的啦。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啦。你看普贤大士第一愿礼敬诸佛，诸位朋友，从谁开始礼敬啊？连父母都不礼敬了，这个礼敬诸佛能做得下去啊？好，所以从父母开始礼敬，怎么做？入则孝，就告诉我们了。所以普贤十愿跟弟子规呢，是不是恶法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六祖大师讲，恶法就不是佛法啦，佛法是不恶法。所以觉悟了。用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的胸襟，不分别不执着啊，来做弟子规。弟子规也是普贤十愿啊，这不恶法。父母要礼敬啊，长辈要礼敬啊，出则悌啊，一切人要礼敬啊，泛爱众啊，人要礼敬，万物也要礼敬啊。所以连桌椅板凳都要礼敬啊，置冠服有定位啊，对事情要礼敬啊，事勿忙，忙多错啊，要成全别人的事啊，己有能，勿自私啊。你看，从头到尾都是礼敬诸佛啊，没有一句不是礼敬诸佛啊。从头到尾呢，都是圣贤人的存心啊，都是圣贤人的德行啊。所以我们能做弟子规了，我们能知道这样是对了，这样是善了，也知道怎么样去称赞如来啊。那不然是非善恶都不会了，那怎么称赞如来？知道善恶的标准了，才会称赞如来。所以学好弟子规，就知道怎么样道人善即是善，人知之欲思勉啊。
广修供养。弟子规哪一句不是广修供养？弟子规每一句依教奉行的，那都是法供养啊。然后孝悌对自己的这个至亲亲朋好友都是这种心境，那都是广修供养，都是财供养、法供养、无畏的供养。所以师长讲啊，无量寿经做人生的剧本。好，那诸位同学、诸位朋友，师父说呢，无量寿经当剧本，那其他的呢就不用当剧本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举一反多少？举一反三不够，学佛的呢要举一反一切。这个一是什么？一是心境，心境觉悟了，心境平等了，心境慈悲了，就会对一切都是慈悲平等清净心。好，所以这个要善学哦，一即一切，从心性再回归到一切。所以父母呼应勿还呢，恭敬心有了，再把对父母的恭敬呢，对一切人，这个就会学了，这个就可以一生当生成佛啊。所以无量寿经是人生的剧本，弟子规也是人生的剧本，礼运大同篇呢，也是人生的剧本，一定可以当下做到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转一切所学习的经典，会觉得人生很踏实哦，会学的每一句都觉得很扎实，都是实学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呢，我们先讲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